Hello，看我今天穿的像个牛油果一样。今天我终于要去打热玛吉。热玛吉这件事情，我想了有一两年了，因为怕痛，我一直不敢去。然后前阵子在两个好姐妹的怂恿下呢，她们拉着我一起去预约的，所以那去就去吧，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。但我一直也很想去做热玛吉，但是我呢是特别怕痛的人。最近一次做医美呢，也是2年前，当时那个视频在韩国拍的，做的去黑头的那个三文鱼针，我做完一次以后，我就是坚决不再做了，对我自己来说太痛了，而且当下如果不是拍的视频的话，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坚持下去，所以我今天也会拍视频记录，鼓励我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另外呢，我还叫了我的好姐妹来陪我。因为我实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，我紧张。哎呀，天哪，我这形象也太糟糕了。今天穿太多了。今天很热是吧？对啊。哎，我不知道。今天连穿短袖，我穿的是长裤长，我穿成了一颗牛油果，我连里面的 T 恤都是这个颜色的。穿太多了。我其实有点困了，我当时还想说，我有没有可能躺在那里睡着了。我被你碰好，我倒是希望我睡着了，我睡着了我就不用很紧张。我现在要进到这个治疗室里面来，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。请坐，请给我力量。乖，好痛苦。为什么要穿绿色呢？就是表明我今天畅通无阻，一切顺利。你看脸皮肤多嫩，你这么近距离，好吓人哦。保持着这个困的状态，马上就结束了。我就怕一会儿，噔一打，哇，整个人惊瞬醒。间惊醒。我也睡着了吧？还以为你睡着了。敷了麻药，然后静静的等待可爱的护士小姐姐回来。哎呀，我今天应该穿，就是西装衬衫那种给你看一下，感觉这件最休闲，不是挺很，休闲好看，行走的，行走的广告牌。你今天一进来我就觉得你这身衣服蛮好看的。哎呀，一半是他的功劳。是怎么个痛法？你形容一下。烧，烫，就感觉人家在哦，烤你的肉烫。吗？再见一下吗？难道这是几啊？三，这才是三，最低是二是吧？没有，最低是0.5啊，我们再降0.5。不行，别降别降，零点五坚持，零点五太弱了吧？我是说我们再降0.5，降到2.5。不行不行，你可以忍受的来吗？我可以的。哦，疼到忘记了，不想理镜头。疼到没有形象管理了，看狰狞的手。哇，这个球都被你捏烂了！不是我捏烂的，撇清关系，本来就烂的。啊，脸都红了。试一下冥想。我那个时候痛的，我就在想变美了，杨洋约会。你像迪丽热巴，说不定打过你。肯定打。他们打太多了。就是保养嘛，男的明星都打。对。哎呀，太可怜了，看起来才43.5吧，至少。一般来讲，3.5和4是 average。那我转移一下注意力，我跟你们聊聊天。痛！不要想它，这点痛是由浅到深的。就为你讲话吗？嗯。你讲最近有没有什么？有什么人追你吗？不要无聊。为什么要聊这个？聊聊八卦最开心。我就不争气了，我就打三五针了。等打好就有人追你了，涵涵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往上挪一点，离我越来越远。哦、，sorry。但加入美容仪效果已经，及时效果已经算是很好的了。对。你用那种家用的就可以维持。但太懒了，对，我也是买了，就是无法克服懒的这个问题。所以说嘛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
我就是男猎人。那你也不丑吧？你是天生丽质。哎呀，我不能说这种话，要被你说我在彩虹屁了。来跟我们说说客人是什么反应？就哭啊。哦，对啊。然后狂去上厕所。啊，真的啊？嗯。哎，我倒不会。上厕所，上厕所为什么上厕所？他在狂想要 break。有那么打到狂叫的吗？有，就降能量呗，因为时间来不及啊。就你叫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让我听。有些客人叫，我们会把客人摁住，就是让他不要脸不要动嘛。但是如果他很疼的话，他一定会动的嘛。中场休息回来啦，继续。我在厕所照了一眼镜子，我觉得我能感觉到那种砰砰紧，有点紧绷的感觉。打额头啦，额头一般都是0.5哈。0.51这个样子，咱们现在是1.5。额头似乎就还好。对。真的，这个视频每一张截图都是一张丑照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里还可以。就你真的是那个角度才是好的。哦，比比好痛。我放眼都飙出来了。淡点，淡点，一会儿就可以喝紫米玫瑰酸奶，晚上吃陕西米。还有西夫 pasta， 哦，这听起来很不错啊。对啊，我再买个白葡萄酒，酒必须。买个散配吧。三、二、一，耶！淡定，九百，淡定，恭喜，淡定，可以。现在完了，我可以说了。这有啥？前面通通剪掉，搞定。为了美，我也可以，我现在也可以讲这种话。嗯，我确定他是被我捏烂的，因为当时护士妹妹给我的时候，这个球应该是没有烂的。哎，我今天真的是跟绿色很有缘分，就我 lucky 颜色。你在暗示你什么？其实我来之前，其实我有想过，就是还是有这种可能性，我会跟你说我不做了，我不拍了。真的吗？我想过。哦，大不了就逃了呗。对，所以我还叫上朋友来的话，我感觉走的可能性低一些，没面子。这世界上最怕的一句话就是来都来了。这话我经常跟别人说。大概我什么时候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效果？现在会有一个即时效果，但这即时效果一周之后就会掉下来的。哦，然后真正的效果在一个月开始，三个月最好。然后你恢复的时候，如果脸肿起来是正常的啊。啊，我帮你摘了啊。怎么真的感觉弄好当下就有效果？还没有弄了好多，好棒！我们去吃甜食啦。OK， 我结束啦。啊。现在上嘴唇可能因为麻药这边还是有一点感觉是麻的，张不太开。那我现在它其实已经有一个及时的效果了。其实我打的能量很低，算是比较低的，只有3。那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对于痛感的忍受力来进行调节，因为每个人对于痛感的忍受力不太一样嘛。像我其实挺少做脸的，所以我对于痛忍耐力非常低，而且我本人没有那种为了美愿意去忍受那样的疼痛的人，在我自己的一个忍受力的上限吧，至少它能够进行下去，不然如果它超过了我的忍耐力，我肯定只有中间不停的叫停的。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呢，热玛吉到底痛不痛？一定是痛的，大多数人都是觉得非常的痛的。但是这个痛呢能不能忍，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。现在就期待一下效果吧。虽然说护士小妹妹也打了招呼了，说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，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及时的感觉，脸变紧致了，比用护肤品的效果来的明显，我就开心了。今天是第二天，今天一整天整个人昏沉沉，然后现在稍微就是脸这两边是有点肿，有点方，也可能拍着不明显，但肉眼看我自己就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脸其实是肿的。然后接下来看看过两天会不会快一点消肿。早上好，今天起来发现我的脸还是有点肿，所以决定
敷个面膜看看，做个医美的应用面膜。哇塞，这厉害了。Hello， 今天是我做完热玛吉的第八天，这一周已经过去了。现在这个镜头看不太出来，就是我肉眼照镜子的话，这两边还是有点肿的，尤其是我平时擦护肤品的时候，轻轻摸到这两边很痛。其实消肿的话，我觉得一个星期消肿就差不多了，只是它还是完全没有恢复好。像里面要它完全不痛的话，我估计还是需要个两周的时间。然后据说它的效果最好是在做完以后的第二到六个月，所以现在效果还不是很明显，再观望一下。那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之后的 vlog 里面再跟你们更新吧，拜拜。